看这驴的驴蹄子啊，长成这个样子了，看到了吗？肥了啊，人家就这样喂肥了，然后也不修了，很多这样的啊，所以说现在这种蹄子很少见了啊。找不到驴主在哪儿，应该是刚买完绑这儿了，应该是去赶集了，一会儿去找找试试看能不能找到，能修给他修了。哎呦我操，里边，哎呦我操，但是你走路都难受，尤其是怀着个孕，想想吧多难受。搁这块石头开了吧。嗯，对，你看这块石头，看这个蹄子就能看出来，这驴绝对是老驴了。这驴蹄子这么长啊，带钩的，弯着翘着，然后还怀着孕，看到没有？还怀着孕呢啊！这驴别看胖了，但是因为是怀孕怀的，所以这驴不能杀啊。来啊，红卫，走。走不知道谁的驴啊，然后给它修了吧啊。太难受了，咱们现在做的是公益活动，对，免费给他修了，免费给他修理，主人没在，现在多难受，来，来劲儿，哥们儿，提的太长，老者啊，提的太长了。坐的啊，嗯，对，掉了，看这一刀啊，特别解压，哎呀，就这张吧，嗯，好嘞。怀孕的驴是不能杀的，所以说他早早晚晚呢要把驴生下来，我免费给他修了。马上掉了啊！看切下来的这两块，看看。太合适了，带成这样。我的脚，这。我操，说。哎呦，我这边。啊。这干嘛的？这是干嘛的？平了吗？平了。有吧，得哈。修完之后都高兴的不知道该怎么着了啊！一会儿叫，一会儿跳的。哎呀，来一个360度的啊，看看。山西的老板打电话啊，有一头那个驴，看我要不要？刚好有粉丝要求，就看这种长驴蹄子的啊，咱们把它买下来，咱们进去看一看，好不好？这条驴修蹄子，看看看看这驴，个儿不大，老了啊！看看，我秤，直接上秤啊！直接下来，你下来，直接上秤，268斤，多少钱一斤？25，这就加上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看看，看这驴蹄子啊！我给它买下来给它剪一剪，修一修。这是后蹄儿，看看。哎呀，看看脚底下，看看。包浆。对，老驴了啊，十来岁的驴了，十来年不修，从来不修蹄子。134公斤，然后是25一斤，6700块钱。
这就是没修过吧？这，哎呀！哎呦我去！把师傅踢了一脚，然后换个地方，换个大点的地方。这他妈修过梯子，都不知道咋摸的。对。这驴反正是有脾气啊，老掉毛的驴了，你看看，这老掉毛，哎呦喂，老掉毛的驴了，这脾气还不小。看那脚底，第一刀是肉垫子。防不胜防啊。蹄子已经变形了，严重的变形了。两边都出血了，一边一边，别一边，就这样了。样这是后蹄儿，看看。我肉垫子挤出来了。对，第一刀肉垫子。四个蹄子都已经严重的变形了。师傅磨完刀，看看那刀多快。看看这个，这个就是猫说吧。嗯。哎，这能得劲儿了。这是肉垫子，一刀切都肉垫子，把肉垫子都挤出来了。哎呀！马上就好了。哟，真臭！咱这屋的功夫了。顶鼻子是吧？好了，看这四个小脚丫，哼哼。不一样了吧？切下来，小驴小脚，这切下来多少？切下来四五斤呢。好了，这个粉丝怎么样？朋友们、兄弟们啊，修好了，看看，得劲了吧？啊，不，这一个，我也铲下来了一个最大的蹄子，嘿，掉了。哎呀，这是主播也成师傅了啊！走，好久没见过长驴蹄子了啊！今天终于
今天终于见着一个，必须买下来啊！走，先过秤。你看，你看这驴，看这驴，看这眼啊！160，先铲蹄子啊！这个多少钱？那个10500。看一下这蹄子啊，看看里边成啥样了。哎呀，几岁了师傅？这是4个月呗？4个月。4个月。一会儿你就不求了，求。你看他这个造型，看看。说了哥。看这蹄子，4年长成这个样子。开了，哎，掉了！哎呀，这是主播也成师傅了啊！我也铲下来了一个最大的蹄子，看到了吗，朋友们？啊，那个落底的活儿，接着学，好不好？啊，接着学。让我摸来抓。嗯，快了。给不快？带垫儿的那个好。这样呢，胶心一口一口的。对。是这挺快，这挺快。一捆，哎，一半一半几捆，那个下水干古代有的牡丹有的就是，啊，那边还有好吃的，那个质量强。嗯，好嘞。干啥去了？找李去了。啊？哪里去了？这瞎说。有泵。看这四个修好了吧？切下来的那大块的，哎呦呵，修好了。啊，4个牙。哎，刚一表看了吧？啊，看过了吧？认了吧？开始。我光认了这药小，就是认为是还小嘞。哎，连这个也修一下，老总说是吧？那个。好，这个记住了啊。天一早这拧一这腿一拧一拧的，有，哪里？哪里？
哟，我就上中间给你啊。哎呀，拉着了。还得稳，装的快。那上底了，别乱吃。没嘛天。吃肉，这假的呀，手里假的，就肉着替他糊了。你们装的啥了，主？全肉吃。有豆腐。你好，你这好吃的，你会跑了的。不弄。好的劲儿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都好吃呗。也放的炒着味儿好。不要你这边用我炒的是说啥？你看会说会儿，这这这。那个窟窿那是不是不是不是？哎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来，你抓住，你抓住天儿，我看箱里有。怎么这样？箱里有点毛病呢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看了箱里。起来，来来，我抓住来，谢谢。看，是说这了，挡住了，这，哎，太疼了这。这像桌子。你说那块粉？那这不是，那不是，那是灰的。嗯。那我那看这看不着呢。你等等，你等等。越是凉天儿，越是卷饼。这会儿干嘛呢？里头又我说里头。下雨。他开家花子心疼呀，这屋里面关里头，他说外头冷。外头是冷，像那天零下十几度那那嘛概念了，关到里头冷冷了，极地。我说那个你也都穿着皮大衣的，你看带毛了是。啊，家里干巧了。李阳，李阳是多少头啊？李阳啊，冻的，冻的，小肉的那玩意冻都死了。死的，这天拉了死。沿着量也大。啥子嘛？这家量大了。看这得一毛钱，等着就回来。俺肉停了，再说去的吧。不能去了。上头了。嗯，去的脱去了。准备去了，这好去。这没事，这就好带劲了。啊，你不，你说那，你说别说呗。哎呀，去结账来，说不连拿那药也光输也是670。这个你数这个脚汗，你看那个那个烂蹄子。嗯，一到这儿吧，一歪拉一歪拉。这平了就这了。切了，没事了。这再不歪拉了啊！不了，他弄上这么吃，这点海的是不是坑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么吃，这是那个石头公园的。坏的船子里，这些肥毛大似的坏了。鼓到里头了，老弟。这锅冷。锅子。咱这也都疼呗。该不疼啊？你走不了。
不过敏，有点烦。我天，加蛋子，配这配吧。那得美。人家这二十七块多的。不敢使劲了。因为在那，在他背没那海军，就没人睡了。在停留那天，一会儿才停留，马上在那天。抓住他！哎呦哈！你拐的！这是山驴，这是是吧？这是哪儿的？新疆的还是哪儿的？内蒙的。我去！耳朵牵住他就不跑了。四个呀。这是从内蒙过来的野驴啊，四个蹄子全部是从脚腕的那个位置开始就翻上来了啊，七扭八歪的。我们来看看，四个牙的驴，四个牙就是五岁啊，五岁的驴带了一头小毛驴。看后蹄啊，先看两后蹄看看，同样都是从脚跟的位置，然后这样一铲就容易出血，但是不铲又不行。这是俩前蹄，看一看。你表你表瞎说，也也算这算。哎，瞎说，我跟他吵吵吵成说的，他一面子说的。不是不是，他瞎说，我跟你说这那那。我跟你说，算这钱儿，就不要算了，不要不跟他瞎叨叨，叨叨没用，知道吗？小宝，你不是，我小肠，先生，我叫他。先拧上鼻子，这驴太野了，这驴。这头驴卖了啊，带着个小驴，他们正在谈价格。从根儿里就卷了。那是嘛事儿吗？来，就算这张。这儿的奶出血呗？啊？他从那根儿里卷了。开着火了，你看。嗯。好了，放正了，一会儿把这。有哪一块是有鸭子吧？对，成杆儿了。嗯，这里头我这个没有鸡，不是，就看这时间才开。哎，对。这个凑够这数了吧？嗯。夹心的，看看这是切下来的这个啊，乱七八糟的，看看。拿下来就算了。臭鱼哟，卷成这个样子。整个都歪了。那么快换你换你大你这小你这大力成大力还换，哎呀。一个婆子俩把媳妇儿俩换，见过？自己占便宜了，你。黄的呢？这还能出？对。我没跟你瞎说啊，有苦都俩事。不得没有两个两面对象。哦，你还闹腾，再闹腾就没法说了啊。不要我准备说这，我说这个你还不敢。不沾心成不了了。你听我说，我说给你找点便宜，你别闹腾了，你还闹腾呢，再到你老不能。哎呀，这该沾了。滚！你二十七，你照过去。二十七块五，行了，咱差鸡巴个三百呗，给你到了。人家差不多，差不多要，你这边差不多，算账。
啊，行行，一对半对的，给他了，给他。嗯，二十天，师傅在磨磨刀啊，磨磨刀接着铲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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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谈好价格了，正在逮驴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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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个驴蹄全是裹成这个样子的，真的是有苦都说不出来，太难受了。哟，哟，这把小人一把抓住，小人我没有办法，现在我大。你他妈的！我把小人弄成大鱼泡子。你说谁会去那儿？修个差不多啊，看看。嘿，看孩子去找妈妈了，立马就跟上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身后的这两卷驴啊，是从宁夏的固原啊，固原这个地方那边养殖业是非常多的啊，从固原过来的。看看我身后的这些驴啊，有一个长蹄子给你们看一看，好不好？给它修蹄子啊，就这个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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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圈了，又是一头老驴了。看看这大蹄子啊，一起来查，这俩脚还是个内八字儿，看到了吗？12年长成这个样子。下拉了，去比我都快。嗯，喝着了。哎呦喂，掉一半儿。一半儿。怎么样？哪有哥？真长了。要不有那跑了。鞋子倒不硬，掉了。Thank you.
这差着得劲儿。这咋这一块肉垫？嗯，真牛逼！这块石头。有问。好嘞。想好了，看看得劲儿了吧？这个三寸小金莲。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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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几个样子，唱几个样子。哦，对，这么长吗？唱不唱？唱。我的唱，他的唱。你的唱。我们现在在南营的市场上啊，然后阿布逮着一头驴，蹄子呢大概有七八寸长，我们去看看啊，牵出去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对。哎，谁说的？这个屌样子，这造型就像宜昌的汽车站一样。拧上鼻子。你这人家问到哪落实的？弄弄啥啊？看着啥？哦。我还要我腰，这腰。不得意，我得干着。好硬啊！你有点大点子呀！有，加油！下来了啊！这么大一块儿，肉垫子！找你阿拉比！呀，这包你啊！包。那皮子贵啊，咱得装在家里。这鸡拉这儿都不穿地毯，都是这。这鸡，这鸡又不是好鸡子。罗头，我跟你说，他绝配不，他绝配不能白配，要一家给一块钱。吃驴肉这种的，你看这，这是一个洞吗？我不是。这个账啊，不是，过来一块儿。看见他这个，那里边藏着呢，看不见。看不见，对呀。
别光这，你这不会。哎，这烟抽烟的还，跟师傅学的。跟师傅学的。他给吃了，他的嘴里他连烟头都吃了。哎呦，不烫吗？哎呦。嗯，走不了道啊。你看，你看后天，后天都卷成这样了。嗯。哦。哎呦呵。走走走走。配装配了，配都撇了，成了外包了呗。无头驴。他下来喝住了，他就是不叫吃啊。连后天，连后天撇了。可歪歪的，你看，给人家卷卷的，你看给挖口上了。乌头的种驴啊，一只配种，看现在蹄子成啥样了？一只两条腿，撇撇撇。哎呦，我一会儿又一下下俩条牛，好。对。去多少多少？快走。兜了转，看了看了吧。嗯，这回你看看，这大肉吃的，看了吧？这就走了，看了吧？没地方了。这不是啥肉？他一天吃六点吃。没电了，别着急。你看这肉提在麦子里，肉蹄麦了都走不了，走不了了，扛住了是吧？你都疼啊，疼。这一看了看，使劲嘞！看这么大块在这。跑起来了，啊！学好了，跑起来了，这。我这腿儿了，这个腿疼了都不愿多了。嗯。我说拆粉条。哎，不能破了。啊？不能就破了。你看老疼了，老疼了呗。嗯。看这么大块子，看了吧？看过。脚崴的都，崴的你。那头不走吗？那你看这皮儿呢。
抓。嗯，放平了。这放平了的。师傅呢？提个还是不会是吧？不会。哎。立尊，今天早上刚到的毛驴开始卖了啊，看一看。这个驴会的，就这一车，就这一车。哎呦我去，好危险呐。也是一种降服。啊，一会儿给这头驴修蹄子啊，新疆的毛驴。剩下几头驴没有卖出去，然后来修一修蹄子，老长老长了，得有五六年六七年了吧。就这个啊，来看一看。老长老长了，这蹄子翘上天了，师傅先拧上鼻子。老驴吧，师傅。老驴。几岁啊？这是？老包袱。多的，这七岁。六岁扣的。六岁扣。看这蹄子啊，看看，长成什么样了呢？就像房檐上那个猫头滴水一样，冲出了天际呀、啊！都。这个更厉害，翘起来得有二十多公分。是吧？那你回家里呢，就是这么长，也是这么长的、啊。给这长得多、啊，那是。难怪带这玩意儿得背鞭子。长多也不正。嗯。蹄子倒是不硬啊，下边没卷着，然后一刀就铲透了，再来上两刀，基本上就断了。切下来都比鞋长。拿走，一会儿拿走。这是切下来这块，看看里边都干成什么样了啊！看看下边还裹着呢，有一边是裹着的。就这俩驴蹄啊，没有一尺也得有九寸了，简直就是成精了。新的高度了，整个瓶子装一下这个大的，切下来，落了吧？看看大不大？大。这是切下来的这个啊，看一看。后蹄儿，你看看啊，一点事儿没有，就前蹄儿。这就是没修过，知道吧？放下。五六，你想想，五六六七年了。
哎，得劲了吧？胡总。嗯。好了，两个冲出天际的大长蹄子现在修成这样了，看看一下子就得劲儿了啊，牵走。对，牵着走走看看。得劲儿了。相当得劲儿来着。嗯。呵，进去吧。另外一边的啊，这大爷赶着驴干嘛呢？大家知道吗？啊，拉着一辆车啊，我们来看看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，朋友们？小毛驴儿，这是老驴啊，这是。多块钱了吧？肚子这么大哎，怀着孕了？干啥？五块钱，这是大爷自己酿的酱油醋啊，没有科技与狠活呀。嗯，对，给了爷爷。好嘞。拉车的驴很少见了啊。走喽，慢点啊。我们去接杜师傅，然后修驴蹄子啊。这边有一头驴啊，蹄子老长老长了，驴倒不带，蹄子都能卷了半圈了，看到没有啊？就这个驴，我们过去看一看啊，给它修修蹄子。十二岁了啊，走。哎呦，手道这么走太难受了，甩着脚丫子。嗯，是吧？他脚丫子不得劲，不知道的以为他要踢人呢。后边的啊，看看，哎呀，这蹄子长成这个样子。这是另外一边的啊，这是前面的蹄子，就一个是稍微正常的啊，三个都不正常。罕见的驴蹄儿啊！你溜一溜弯，里头深一点吧。哟。就拴上一条绳，拽着点，就像修马蹄子一样。这是切下来的这三大块啊，看一看，太大太大了。哟。一刀就先出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血泡。
哟哟哟，别走！走吧，嘿嘿，那后腿儿，后腿儿还是这个姿势啊，但是慢慢它就习惯了，蹄子太薄太薄了啊。我们现在在驴场里边啊，师傅去逮两头驴去修蹄子啊，刚刚从辽宁过来的驴。看一看，这么长了，好几年不修了都，一毛黑了是吧？一毛黑了比线，对，无头驴，这聊天都罢了都。走下小段儿，又是福星的啊，福星的驴，这大长蹄，几岁？我得八岁，八岁，八九岁了，八九岁。拿光吧。快走。我这里看看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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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坏了，磨坏了，没有没有，这是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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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走走，好嘞，走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都我。
鱼不要站住，鱼好，哦，好嘞好嘞，好嘞，鱼好，站住。好，不要。真重的。好，好走。你看的要不换一位，我已经看完了这里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好了了，我也不动了。什么？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上手修驴蹄子，这个要等一等啊，朋友们，等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现在南京的牲口市场上，然后一会儿去另外一个市场上修驴蹄子啊。打电话说刚拉过来了一车驴，我们去看一看啊。就这个，师傅说是十岁的毛驴了啊。这个驴蹄子之前还修过，看一看啊，是个半截的，把前面这个头剪掉了，下边还卷着呢。磨磨刀开始干活。别看这个皮儿实心的，还不硬啊。嗯，不硬。不能，活走了，妈的，比你弄疼。十多了吧？多了，嗯，能不能有窟窿啊？看了吧？嗯，这头驴就一个驴蹄子拐啊，给它我剪掉了，露蹄儿。行了，这个不是我剪多了啊，朋友们，这是有毛病。明白。
快点。哎，小土流还挺犟。好，那，来嘞。走吧。